双溪国小推动语文教育，设计一连串的活动，引导囡仔按这个地点汉啊，就来培养各套兴趣。加上冬季寒天晒冬阳，上好册活动又搁开始了。学校特别甲今年购买新册，讲摆伫这个中廊，和师生拢会当借册去看。双溪国小努力推动语文教育。校方为了自细汉培养学童的阅读习惯，精心设计一连串的活动，参像是冬季限定的晒冬阳、赏好书，共受到学生欢迎。光线会比较充足，而且在外面也会比较凉，会比较舒服，而且心里也比较不会那么烦躁，气氛不太一样。在户外，每个人都可以一起看书，然后在户外会有每个人在玩的声音，然后可以分享心得，然后在室内是有一个比较安静的感觉。双溪国小校长黄玉环表示，双溪因为地理环境因素，寒人风真透，降低学生到户外活动的意愿。为了提升囡仔看册兴趣，营造舒适的阅读空间真重要。所以只要天气控制品质也好，得无定期举办户外赏书活动。现期是一个冬天，风很大，即使有太阳，也是小朋友是冷得发抖。那我们希望说，借由这样的活动，让冬天小朋友不一定就是会留在室内里面看书，他可以到外面户外来晒晒这个温暖的太阳，转换一下阅读的心情。当然这个有时候还是要靠这个天气的帮忙，所以我们大概这个活动会每一周大概一次或者是说两次这样的机会，看天气的状况。那小朋友我看普遍对这个活动的反应都非常好，所以我们会定期更换这个新书，让小朋友保持这个阅读的这个乐趣。下课真声哪响，走到中廊，捡一本喜欢有兴趣的书，坐在树仔脚，也是在头脚偷偷看。身躯边有至圣先师空住这盘，舒适又悠闲的环境，读书起来特别有意思。台中华新闻叶宏武，双溪彩虹报道。